今天是锡纸烫吗？没有，他就帮我卷了一下。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发型？他说你不觉得显年纪小吗？我说你已经很小了好吗？我还要怎么显？我说再显小你就成胚胎了。他们就可能嫌他老了。我说我不希望我看着显小，我希望看着像我自己。你自己就小，就是小。对啊，小白是第二小子了。对 ，Bridge 倒数第一。哦 ，Bridge， 哎 ，Bridge 比你小啊？比我小两天。哦，小一点儿。马上你几几年啊？九一还是九零哦 ？Bridge 九几？九三。九三，他比我小两天。哦。你条友仔，你顿。我的中文名。你就算 OK 啦。Nathan， OK， 我要把我的名字纹身到你的脑海。我今天晚上是睡觉做梦看到你，妖仔。看了第一期节目以后，我每一次见到他，我一回来我说小聪哥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就记不住我名字，我没有难过，但是我觉得他记忆力也太强了。刚刚说李成雪，李什么？李成什么？李。什么就护花使者，就叫 bodyguard， 就那个叫保安，保镖，挺好玩哦，就很有画面感。啊，李仁。这手法，搞一下，哎呀，这琴已经不准了，音不太准了，这里吧，来来来，我让你给，我要不给，真的要不给。哇哦，大师！哇哦呀！哇，好棒 ！So beautiful， 觉得很荣幸的国际的大师，就是跟他配合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看到这个歌词，就很直接的想到陈辉啊。虽然这个上戏的这个时间不长，但是确实每天陪我出去呼吸空气啊，每天都是两个人走在一起嘛。这俩老坏蛋，我想把它送给我这次相见恨晚的 Beyond 的阿炮。所以这很自然，就是对着他唱那个感觉。陈辉一直认为，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当年写这个三代，而不写三来？我想有日达成找到神，神地茫上的世界总可见。梦想有日达成，心底梦想的世界。他是心底，广东人就很爱用三代，就是心底。嗯，咱们就是内心。三代呀、啊？叫心底吗？从来没用过，咱们永远不会写心底。三代啊？对吧？就这个某逻辑问题。对对，还真是。他觉得心底比心里更深。种的这个根或者它的这个就这个种子可能埋得更深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跟炮哥说，我是不是可以把他这个三代放到你要唱的这个用粤语来唱这一段，他说好啊，然后他炮哥就很快的写了前面四句，好了，写好了，一来就生气了。你能为有事没有事，知否今天这歌，其实为你唱，挥一挥我手，继续你的路，相信我会忘记。挺好，这个挺直白的，挺直接的，很直接，没有拐弯，平铺直叙，对，够了，不用那么矫情，够了，对，不矫情，就是特别不矫情，像你。加一点男人的东西进去吧。
这个挥一挥有他的挥的感觉，挥一挥我的手在哪里，那是我继续啊，这是可以两双重意思，对，挥一挥就是说他哭，对，也可以走吧，走吧，挥也可以挥，我来走我继续走，对，哇，就是挥一挥你手，挥是陈辉的挥，就那个感觉啊，就这个粤语很微妙，你知道吗？写这个东西，它就是，它可以有两层意思在里，这就很高级。